记者，我是369画报的记者，我是记者黄俊开恩的，不能抓我，我是记者。李站长，我帮了你。哎，我不是记者，我不是记者。你在报纸上写金陵方没死，说其余报纸都是谣言，那金陵方在哪里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完了，太君。山本太君，山本太君，手下留情啊。他叫田默庚，确实是报社记者，是个亲日派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亲日，我真的拥护皇军一统中国天下呀！金陵方，我要你限期找到。